啊，你讲到一间厝，我先看过，遮看无？啊，有啦，迄一间，啊，有啦，迄间，我帮你看迄间。对啦，对啦，帮你看迄间。哦，哎呦，啊，迄小鸡蛋吼，哎，迄大鸡蛋，大鸡蛋。大鸡蛋不是小鸡蛋。放红的就是白，那么红的就是。哦，这个看足清的。三十千。这个我看台北市的厨房里，啊，密密麻麻，你看到没有？你台北市厨房里，对啊。啊，我不过来这边。那个地方拢同，起码个个无同方向。啊，迄个小鸡蛋伫遐啦，小鸡蛋伫边。我无，我无去注意看小鸡蛋。大鸡蛋。起码往那个看无。有啊，你遐看这个。哦，这白色的，迄一撮白色的。一撮白白的呀。有圆山饭店。你再往顶，我起码爱用迄种迄个尾摆台拉近，才看较清楚。哦，对，圆山饭店。也是迄个上自入加迄个上收入。看到苹果那边。我拄好落起来啊！你对厝顶个落起来，落啊，甲拉近，我甲拉近。苹果。嗯。啊，这边这栋是凯撒大饭店。凯撒大饭店。这边都要大老姐来影呢，一人一姐来影。四平大道哈，还叫四平大道。九点到十二点，啊，一天两千斤。我看房间门口在看，二哥。